由陈思诚、佟丽娅、郭采洁、袁弘主演的电视剧《远大前程》日前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。这部讲述小人物逐梦上海滩的电视剧还集结了包括赵立新、赵立军、张力在内的诸多实力演员。发布会上，众多演员悉数到场为新剧站台宣传。佟丽娅以一头帅气的短发亮相，展现了剧中一爷的霸气。此次发布会也是陈思诚、佟丽娅在风波后首次正式公开同框出镜。虽然二位在台上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，但眼神交流可不少。当佟丽娅说错台词时，陈思诚的眼神也一直锁在她的身上。据悉，《远大前程》将接档《老男孩》于4月1号在湖南卫视播出。